哇，好乱好乱！哇，要宕机要宕机了，我快要宕机了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次要去挑战我们的哈尔比尔。为什么要去挑战呢？这什么东西掉下来 ？What the hell？ 为什么从天空会掉出珍珠？哦，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它正在上面。对哈，我都忘记它会产珍珠嘞。好，那我们不要理它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让它在上面慢慢产珍珠下来吧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去挑战我们的哈尔比尔哦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之前老头呢没有办法击败他，这一次我觉得应该有新的方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没有办法打败嘛。那我后来有向各位观众们稍微提出一些求救，结果呢，我发觉一件事情，而且是我从始至今一直都没有发现的。而且还觉得蛮，觉得自己还蛮笨的，好，那就是呢，穷奇呢，基本上呢，它的原型并不是阿根廷巨鹰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穷奇是阿根廷是吧？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叫做穷奇阿根廷，啊，穷奇阿根廷有没有看到英文名字？它并不是真的穷奇，但是作者呢，他说是要穷奇击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穷奇阿根廷打不到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说上一集我傻乎乎的用我们的穷奇阿根廷去敲不赢，当然敲不赢啊，因为根本不是作者要说，根本不是作者说的那个穷奇啊。所以说后来呢，有一个观众呢在我粉丝团留言告诉我这件事情，后来发觉，不对哦，原来穷奇方块有两种，我后来才发现，实在是太好笑了。给你们各位看一下，我们上次有一次击败穷奇嘛，用这次击败穷奇之后呢。他掉了这个穷奇啊，普罗米穷奇阿根廷核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不以为然嘛，想说就是穷奇的方块嘛，那就也没有大致上的一次给他看过。结果呢，我往下拉，看见了没有？普罗米穷奇核心，哒哒，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穷奇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把它召唤出来。真的是太尴尬了，过了这么多集我都没发现，实在是太尴尬了，真的尴尬到一个我都觉得很尴尬哦。好啦，没事啦，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不要理我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说，后来我不是有询问各位说这个神话珠珠到底要如何获得吗？也是有热心的网友跟我说啊，这个神奇的珠珠呢，必须。要靠这个我们所造出来的这个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。总而言之是这个图纸，这个图纸呢，它腐坏掉就会变成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变成这个珠珠啊，各位看见了没有？就是它坏掉才会变成它。正常来讲，东西坏掉变腐肉嘛，但是它的东西坏掉会变成这个珠子啊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啊制造我们要的东西。啊，像这个要十颗，我们就要让它坏十次，啊，就可以获得了。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时间上的去培养，才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啊。所以说这个之后呢，我们也是有办法慢慢来啊，获得这些珠珠来召唤这些恐龙。啊，那这是之后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呢，首要条件依旧是要击败我们的哈尔比尔，有没有办法呢？来，废话不多说，啊，我们来把我们的穷奇原型给召唤出来啊，基本上呢，应该是不会再错了吧，绝对不会再错了吧。如果还是没办法打啊，那就算了，我不然怎么办？没办法打，那真的算了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方块在哪里啊？让我看一下方块，来方块了，方块嘞 ，Hello， 方块嘞，啊，找到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就是之前那个穷奇原型啊。狮蝎兽啊，狮尾蝎啊，你看它体型比飞龙还要大只啊，有没有看见？750等，血220万，太夸张了。各位看见了没有？220万的血量，攻击力5000多啊！右键是尖刺，会把我吃到什么鬼？就把它刺死了，好不好？哇，随便点攻击力直接破万。啊，这两只在干嘛？琼瑶哦，啊，哇，这个范围真有点屌哎、欸！我说真的，这个范围真的是有点屌，屌到一个炸天。
随便攻击一点点，轻轻松松破万，太屌了！我觉得我先存个档好了，怕我等下宕机。好的，弄死你！哇，轻轻一挥46万，我们来点一下血量哦。不过我们先去拿一下补血的。我们上次补血是放在谁身上啊？啊，阿根廷。哎，是吗？还是这里？我们补血放到谁身上了？阿根廷嘛，对不对？没记错，应该是阿根廷。我们去阿根廷军营那边拿一下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把我们的穷奇血量点到1000万，点到1000万之后去打看看，应该基本上是赢得了了。他，哎呦，谁咬我？谁咬我？哎，自不量力耶！拜托，这边乱捞啊！西剑是什么？啊，西剑是召唤阿根廷群啊，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些鸟儿其实没什么威力啊，就超弱的那一种，还不如我直接打比较快嘞。来，去攻击他。来，啊，怎么不攻击？咬，快点，鸟儿们，920，啊，笑死了，哈哈哈，才920而已。我干脆不要召唤好了，拿来当什么跑龙套用的嘛。好了，真正的决战要开始了。来，再吃一次，1000万的血量，10万滴的伤害。来，哈尔 B25来了，之前打不赢你，这次绝对要敲爆你。你在哪里？哎，不见了。Hello， 哈尔 B2先生，哈尔 B2先生。我看见你的，我吓一跳，讲这是什么 BGM 呢、欸？来单挑啦！有咬到他升天了，我咬他547万，哇，他变身了，他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好恐怖哦！哦，他变什么样子？嘟嘟暴风龙 ！Oh my gosh！Oh my god！ 咬！有攻击，哇，打我20几万啊！哇，这个硬，哇，我的血 ！Oh my god！ 不，攻击啊！哇，这个太强了！哇，我要死了！逃离这个地，哇，太硬！等一下，打消耗战。不，完了，我要输了，我太低估他了啦，血量不够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好，先逃跑啊，先躲了。嘿嘿嘿 ，Oh my god， 哎、欸，我内格啦，打到内格去了，他会自己回血的样子，可他回血速度很慢。等一下，全部冲攻击力跟他打一波啊！他在回血，他正在回血，这家伙正在回血啊！他还正在回血，完了！我觉得有点硬仗哦，有点硬仗的感觉哦。我们攻击力点不够，血量也不点不够。再拼一波！攻击！我不要屌你！卡住了，死定了！啊，我要输了，要陨落了吗？无血，完了，输了！没想到居然没办法，所以说呢，老头这次呢，把我们这只啊穷奇呢，点到3000万的血量，30万的攻击力，我就不相信打不赢。什么？打一下多少？打一下1000万还打不赢，我都不相信。拜托，来吧，直接来吧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两只啊？是直接两只一起上吗？我记得这附近还有一只。来，先让它升天。有，我们先让它升天了。单下1500万，稳了，绝对赢。哎，这次绝对要打爆你，哈尔 B 二。决胜负吧！呀、yeah! ，你强还是我强？
哇！等一下，开 only 开血条，哦，我的攻击力还可以啊，可以，用遮的，有，赢了，妥了，等下攻击力，赢了，最后一集，有。 耶啊！这么的，怎么突然觉得好空虚啊？哈哈哈！等一下，莫名其妙打赢了，然后空虚了一下子。我们看我们要拿到什么东西啊？我天啊！哎，道具还蛮多的。哇，东西倒是蛮多的，可能就已经拿到哈尔比尔的。 哈尔比尔的召唤方块了、哦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找到了啦，有了，我们终于有新的坐骑了，太巧了，太屌了，后面还有什么？这些应该都是一般的啦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一个嘞，哈尔比尔的方块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只有一个而已吗？他好像杀死一只嘴给一个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嘴给一个，来，我们把它召唤出来看一下。 哇塞！我们现在最强的普罗米恐龙都有了，在哪边？在这里。哇！最强的存在，我靠！我看一下，要死啊！他是怎样炸毛了吗？炸到我都看不清楚了。900等，400多万血量。 这个毛弄成这个样子，谁看得到啊？也太好笑了吧！欸、他有 skin 跟安呢、欸，他应该不需要装安吧？右键，21万消失，左键，哇 ，C 键，哎 ，C 键没功能，哇哇哇哇，死亡蠕虫给我出来，嫩，不敢出来了哈。 哇，超强的！哎、欸，那我这次等级练高一点，是不是可以一打二啊？啊，我们把它等级练高一点好了，血量一样点3000万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3000万血量，30万的攻击力。啊，我们就来个一打二。刚刚那边不是有两只哈尔比尔吗？哎、欸，可是不过这只的攻击成长倍率好低哦。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、欸，点好多下才能到10万哦，打多少啊？600多万，哇，不优哦，感觉还是我们的穷奇攻击比较高哎、欸，穷奇这只攻击可以打个1000多万来着了，对啊，1500万哎、欸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两只去打那两只哈尔比尔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感觉不错吧？另外两只在哪里？ 在这里是不是？哇，那是不亮丽耶！攻击，等一下，攻击是哪一个？哇，其他也来帮忙了！哇，这只应该升天了吧？打得很凶，这只也要杀，哎，怎么这只杀不了啊？哇哇哇哇哇！有没有咬死啊？ 哎呦，他终于把他咬死了，两只都升天了，两只哦，两只哦，各位，两只哦，各位，两只一起飞，哈哈，完了，杀，呀，一，哇，好乱，好乱，哇，要宕机，要宕机了，我快要宕机了，哎呀，妈的，哦，刺激，刺激，大战了，大战了，大战了。 哎呀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的啦！一到这个血量可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解决你们！呀，再一只！哇塞，我的天啊！哎，不可能啊，他们两个居然活着！ 这是奇迹的吧？打成这个样子，这两个居然还活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
好吧，我蛮意外的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给他们装那个防御力很高的安，所以说他们还活着。好，这我可以理解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好，不要理他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落网的没有捡啊？这边好多包包哦。啊，基本上是打得赢的啦。可以可以，以后打不赢就用我们的哈尔滨二跟我们的穷奇。妥了妥了，来我们看一下他们掉什么，超酷的，大胜利有没有？终极大胜利。啊，他东西没有掉到身上，那我们看一下哈尔滨二，啊不是，看一下我们穷奇，依旧是一大堆东西。啊，掉了蜘蛛安，还有好多方块哦。全部都是穷奇方块，我的天啊，一整排啊！哦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打了四个，哎，哈尔滨二掉的方块掉了四个，超夸张的，哇，那是一堆传说装备，顶天立地了，啊，我们已经顶天立地了，好不好？这些方块全部招出来，没有人打得赢我们了，终极部队啊，再次现形了，实在是太酷了。好吧，这个挑战已经成功了哈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没想到我们居然会大胜利，非常棒，太爽了，我们终于把普罗米最强的 boss 给解决掉了，已经变成我们的手下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要往神话模组那边发展了，看一下这个神话模组呢之后又会有什么惊人的恐龙出现呢，啊，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的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啊，方舟生存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哇。